主料，面粉10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肉250克，生姜50克，葱50克，生抽、味精、食用纯碱、老面、水。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和面、发酵、调制包子馅料、醒面、搓条、切片、做包子面片、包馅、包子成型。倒入少量植物油，将包子均匀放入平底锅内，再加适量水盖上盖生煎。待锅内水分快烧干时，将包子翻过来，加少量水再煎一会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面团发酵一般加老面或者发酵粉，时间一般16个小时。发酵后可加入适量的食用纯碱中和再醒面，醒面在20分钟左右。做面片时最好中间后边圆薄，这样防止包子内的馅料露出。生煎包子时要注意加水，油不要太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